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呢一首好輕快嘅歌咧，叫做《Sing Alive》。咁咧英文個題目咧都好得意嘅，你話個聖徒活起嚟嘅。咁其實我哋做基督徒，我哋應該有一個好喜樂嘅心，我哋應該時常都有一個喜樂。不是只是板長的面黑，即是拉長的面，我們其實因為我們心裏面有盼望，有永生的盼望，將來我們可以跟主耶穌一起，當主基督再降臨的日子，我們去可以去到天家。而這首歌就來自一首歌，當聖徒進入天家，是一首很輕快，其實那個進入的字，如果英文譯是粗入，即是粗 marching， 粗進這個天家。那它裡面有好有生氣啦，好喜樂。咁如果你係信咗耶穌嘅人，當主翻嚟嘅時候，你有呢個盼望可以同我哋一齊進入天家，你會唔會喺裏邊有一份，可以同我哋一齊進入天家？